熟悉，静静聆听岁月的声音。是无尽的想一句深情，让你拥抱与我渐入佳境，将你沉默凝视我的眼睛，风雨同舟许下的约定。文禄虽然理性的拒绝了唐林，却没有办法克制自己内心的思念，而唐林也因为文禄的一再的拒绝，只有克制自己不要再接近文禄。这天唐林由仲达的口中知道文禄生病了，他终于再也忍不住，爱情也不可制止地爆发了出来。在一次餐聚过后的夜晚，文禄哭着说出他已经没有办法再和仲达共同生活，他决定要离开这个家庭。仲达在暴怒之余，他根本就没有办法相信文禄会抛下了两个人苦苦经营了十年的家庭。文禄虽有太多的不忍，但是这份迟来的爱情却鼓舞着文禄，他毅然地走出了这个家。风雨同舟下的约定。告诉我，你的打赏完全是为了我？为了。告诉我，你爱我？爱你。永远不会离开我？永远不。森林，妈妈就在前面，我们一直追，都追不到她，叫她，她也不理我们。哥哥，是不是我们不乖，妈妈才会不要我们的？不要乱说，不会的，我一定会找到她。瞧，我现在找这个人的电话号码。哪个人呢？就是妈妈去找的那个人啊。是唐叔叔，找到了没有？没有，我不知道他的英文名字，还要再想办法。我希望妈妈快点回来。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妈妈，唐林，你梦到什么？我想知道。
我梦到被我气死的母亲。我不知道她有心脏病，从来不知道。那一天，我只想激怒她，只想她离开，只想脱离她那让我无法承受的关怀。没想到，在我八岁那年，他被祖母逼回英国去。印象里，他是那么的柔弱，而且哀愁。可是，祖母死了。我到英国找他的时候，他完全走了样，肥胖的身躯，脸上涂着厚厚的白粉，总是跟他在家的丈夫坐在火炉边，肚子那笨拙的杂志。我笑得前翻后仰，他不是我的母亲，他不是我的母亲，在我八岁那年就已经从世界上消失了。当我跟祖母在一起的时候，我不敢爱她，只觉得会对不起被他逼走的母亲。可是，当我跟母亲在一起的时候，我又无能爱他。我气他毁了我心目中母亲的形象，也气自己竟然为了这样一个女人想念了那么多年。我恨他。在他死前，我真的恨他。我恨他不能让我放任的去爱人，或者是被爱。唐林，你能吗？你爱我，你也爱他。遗憾的只是，付出和接受，并不在对等的时间。告诉我，我们之间不会有这种遗憾。不是你用行动来证明过？早啊，唐太太。哎呀，这是你的早餐，请用。我一晚上没睡，活了18年，我第一次发现原来快乐也会叫人失眠的。我要你完完全全都属于我，我要让大家都知道，如今你是唐太太了。别担心，我会找仲达谈清楚。大家都是成熟的人了，我想他不会为难我们的。他为什么不自己过来？在这个时候，他过来。或者是我过来，意义是一样的。不一样。婚约是我跟他签的，就算是要离婚，也轮不到你来说。你算什么？占地为王还是外族入侵？你学历史的，应该比我清楚。
一个国家要是强盛的话，外族侵略了吗？话又说回来，如果改朝换代能够使人民免于暴君的凌虐，又有什么错呢？这话是他跟你说的，说我是暴君吗？我说的。你对他精神上、情绪上的忽视，难道不算是凌虐？如果你再来过文路，我能够轻易把他带走吗？好，你现在给我出去。生气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请。你对他没有过情，即使现在，你仍然不了解他的感觉，对不对？居然说我是暴君。你对我太不公平了。芬芳的季节，雨过天晴，欢喜与我一起迎接你。你们俩在这儿等会儿，爸爸，爸爸到办公室拿点东西，不要乱跑哦。啊，听到了哈。嗨，安琪、安明，你们怎么在这儿？在等爸爸带我们去吃饭。哦。妈咪喜欢唐叔叔，搬去跟他住了。安琪，哪一个唐叔叔？就是唐林叔叔啊。安琪，你在说什么啊？唐林，戏剧系的唐林。姐姐，你认识他？那你知不知道？爸爸，爸爸。哎，王叔叔，有请你。哎，怎么今天礼拜天怎么还来啊？哦，我来找我弟弟。那。我先走了，好好，拜拜，拜拜。我们也得先走了，我们不走的话，餐厅没位子了。We're a people bound together by a single。你有没有看到孩子？没有哎。你让我想起特洛伊战争中的海伦。为了让你快乐，我会不惜和另一个男人奋战到底。傻，正当不是个好战的人，我也不是足以倾国的美女。在我心里，你是的。你一定念了很多剧本，背了很多台词。那么，我也一定是一个非常差劲的演员，竟然不能叫你感动。告诉我，你喜欢谁的戏？下回啊，我背他的台词给你听。史泰林堡，易卜生，契可夫。你只需要这一句。It's a hunger that we're sharing and a thirst。We all possess
that keeps us moving upward in search of sweet success. We know the task before us. We know just how it's done. And like the race, we'll never quit until that race is won. We're reaching for the top. No limit to what we can do. And all together, me and you, we're gonna see.睡不着，来过来跟爸爸聊天。左拉短篇小说选，爸爸，这是你买的新书吗？对。写什么的？他写啊，有一只养尊处优的小猫，每天过着很好的日子，吃好的，然后睡得也非常的舒服。可是有一天呢，他发觉窗外的野猫啊比他自由，而且也比他有乐趣，所以他就偷偷地溜了出去，去寻找他有乐趣的生活。后来呢，他有没有回家？后来他就回家了，因为他发觉没有办法跟野猫去抢食物，他也没有办法适应那种又冷又冰又暗的那个地方睡觉。他能找到食物，又有温暖的地方可以睡觉，又有那种自由和乐趣，他就不会回家了，对不对？你跟我说一下，你跟妹妹在学校的情形。还好啊。每天还是带着小飞机一块玩。没有，妹妹啊，她现在不喜欢玩飞机，她喜欢玩船。哎，你们老师那个气喘病好了没有？你是说佩蒂小姐？我不知道哎，她是我一年级的老师，我现在三年级，是琼斯先生在带。你是不是觉得爸爸不是一个好爸爸？没关系，我们知道你很忙，只要妈妈回来，她会陪我们，照顾我们。爸爸，爸爸，你去求妈妈回来好不好？没有用的，妈妈现在心不在这儿，求也没有用。不会的，爸爸。他一定会回来的，只要你多关心他，他不会走的，爸爸。你也觉得爸爸不关心妈妈吗？也不是，只是妈妈觉得每天好像都很无聊，也很寂寞，尤其是奶奶死的那段时间，你都不理他，他晚上都没有睡，就一个人坐在那里发呆。妈，你怎么还没有睡啊？妈妈睡不着。快亮了，快回去睡一会儿。不要，我要陪你。听话，快去睡觉。妈妈，你为什么要画奶奶的画像？让奶奶永远陪着爸爸，否则爸爸会一直伤心的。而且妈妈的时间也太多了。画一画，才不会觉得日子那么长。那我们呢？我们陪他，难道也不能让他快乐吗？
淑君，爸爸跟你讲过，工作的时候不要进来。死者已矣，生者何堪？孩子们已经过了两个星期没有爸爸的日子了。你如果就这样垮掉了，这个家怎么办呢？你妈泉下有知，她也不会忍心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不吃不喝不睡。你让我怎么吃？我怎么睡？爸在世的时候，妈受了多少的委屈？爸去世了以后，我们母子遭到了多少的白眼？战乱开始，为了求大舅把我送到大后方，磕的额头都出了血。现在我只要一闭上眼睛，就看到我妈头上的血。我这一辈子的努力，全是为了我要让那些欺负过我们的人、看不起我们的人，知道他有一个很争气的儿子。可是他就这么走了，树欲静，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怎么能怪你呢？是差了出京申请，一直没有被批准呢。可是我真的应该去看看他，我真的不能原谅我自己。仲达，爸爸，爸爸，啊，你去求妈妈回来好不好？来，我送你回房间，明天还要上课。告诉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当年我恨爹欺负你，可现在我发觉我也没有好好对待文禄。妈，我真的很想他，我是真的很想他。半周年纪念，我想您忘了。谁像你啊，忘记一半年。哎，这样有心才记得住啊。看来我爱你可能比你爱我还多一点。好的，刚回来特地洗把脸。照做的话有什么奖励？我做了很多饼干呢。最好再配上一大杯牛奶，就更像在幼稚园里头吃点心啦。想啊你。我刚刚在学校碰到仲达，哎，他竟然跟我点点头，看来他已经平静下来了。
过两天我再找他谈好了。回来了，我在想。想什么？我们很久没有一起出去看电影什么的，找个时间。你也得等我有时间呢。文露，来我这里。我听到仲达让你难过了。是打自己的身体，但我想起从前，有很多个晚上，我是听着打自己的声音睡觉的。我不会这样对你，我不会再让你以前的生活横在我们中间。怎么有空过来这一群啊？刚刚去请教你们一位教授，有关于电脑的问题。终于决定换工具了。文露不喜欢打字机的声音，换了也好啊。你们真的在一起？没什么好瞒的。我以前欣赏文露阿姨。现在简直是崇拜他。我这一直以为她是蛮中国的女人，没想到她这么有勇气。不过，我听我爸说，王叔表示他绝不放弃这段婚姻的。这么说？嗯。关心，帮我拿去丢掉了。等一下，爸爸要是问我，我怎么说啊？只要我们不说，爸爸不会注意到的。安琪、安妮，你们两个是不是在楼上？我们在楼上。赶快拿去丢掉，等一下千万不要多嘴哦。好。你们两个谁过来跟爸爸说话？老师都打电话来了。安琪，你说。亚伦欺负我，哥哥看到就跑上去揍他。有人欺负你们，为什么不报告老师，让老师去处理？不行，亚伦知道妈妈的事，要是报告老师，那全班不就知道妈妈不要我们了吗？我叫他住手，他还笑妈妈是坏女人，说妈妈不要我们，所以哥哥就跑上去揍他。爸爸，你不要生我们的气好不好？爸爸，你会不会也不要我们？下次我叫哥哥忍着，挨打就挨打吧。答应你们，我一定会把妈妈找回来。芬芳的季节，雨过天晴，欢喜与我一起迎接黎明。芬芳的季节，雨过天晴，欢喜与我一起迎接黎明。
为什么要听这么伤感的曲子？我从小就没有朋友，他们叫我小杂种。后来我到了英国，周围的人不再视我为异类，可是我却不能够认同他们。我一直认为我就是个流浪者，飘荡在两种血缘之间，何处都可以为家，却处处不是家。一直到了我遇见了你，文露，我不要你离开我。我不会。如果仲达不肯离婚，你愿不愿意我们就这样子相守到老？如果我再问那张纸，我就不会贸然离家，对不对？喂，是你啊？哦，好，等一下，孩子们好吗？睡了。明天再说。仲达约我明天去谈离婚的事。签字就签字，有什么好谈的呢？结婚十年，总有一些琐碎的小事要谈清楚。我陪你去。不，我怕就像上回那样谈僵了。他为什么会突然改变态度呢？会不会有什么企图？不会，他也许会被激怒，可是他绝对是个正人君子。说要离婚呐！哎呦，别吵了，我记得这里有钱波波的电话。哎，找到了，你去看爸爸洗澡洗好了没？快哦！喂，拜托找尤勤妮。平常都是你帮我谈。Sure, I should go pick up. Thank you. 我怕你带的衣服不够，所以给你送点衣服来。孩子们，我找了保姆在照顾他们，都还习惯的。你说怎么会习惯？连我都不能接受这种情况，何况孩子们。昨天老师打电话到家里来，说安明跟安琪的同学打架，有没有受伤啊？
孩子的身体没有受伤，可是心灵的创伤却是无法估量。难道一定要走这条路？你走了以后，我也检讨过我自己，我还算是一个不错的丈夫，我有一份受人尊敬的职业，也有一份还算丰富的收入，吃喝嫖赌我沾不上边，除了上班就是回家。难道说你还不满意吗？自从我看了左拉的猫，我才了解你的感觉。你觉得你自己像个宠物，高兴的时候我逗逗你，有事情的时候就把你冷落在一边。把你走了以后，我一直睡不着觉，我才想到有无数个夜晚你就是这么守在窗边的沙发上。我是一个失败的丈夫，可是我们有了一个共同经营十年的家，我们有我们共同的孩子，难道说你不能给我一个机会，让我来再弥补你们？我只要一段时间，我知道我错了，将来我也知道我应该怎么做。如果你还是要走的话，我绝不去阻拦你。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就算是为了孩子。文露。不可能的，如果你需要的话，孩子我随时可以照顾。可是，我真的不可能再走回头路。还是给你们吃饭和点心呢，晚上睡得好不好？爸爸有没有陪你们做睡前十分钟谈话？妈妈，我们都过得很好，可是爸爸说我们要学着过没有你照顾的生活，我们都好想你哦。妈妈也好想你，我真的好想你，好想好想。
你们是怎么来的？刚才宝宝还说有保姆陪你们的。爸爸不知道是不是？你说。我们告诉保姆说，我们要睡午觉，趁他到厨房的时候，我们偷溜出来的。你们怎么知道这里的呢？你说。哥哥打电话给尤其尼，说你生日快到了，我们要带礼物给你。他告诉我们地址，我们边问路，然后转公车来的。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你们难道不知道爸爸会担心吗？妈妈，你不要生气嘛，我们好想你哦。你不在，我们都怕回家，爸爸也是。可是他昨天说要和你谈离婚的事，如果你不肯回家，就让我们留下来好不好？妈妈，妈妈，这些我们以后再谈。我们先进去打个电话，好让爸爸放心。你怎么了？脚在学校受伤了。爸爸也没带你看医生啊？爸爸不知道。快进去，妈妈帮你包一下，很容易感染的。中了个孩子，失踪了。喂。嗨，好久不见，好吗？啊，谢谢。不是这样的，仲达。来叔叔这里坐，让毛好好讲电话。我说了不是这样吗？什么不是？他们怎么会知道你的地址？你怎么能放心小孩子自己一个人去搭车呢？他们是向尤金尼。好了好了，你不用说了，你们早就计划好了要把小孩子带走，整个下午不给我一点机会。我和你做了十年夫妻，你还不了解我吗？就算我把孩子带到我身边，又有什么错呢？我是他们的妈妈呀。难道说你临走的时候，你没有想到做妈妈的责任吗？你要把他们带走，还带到一个抢走他妈妈的人一块住。孩子在你身边，你尽到做父亲的责任了吗？小明的脚受伤了，到现在只裹着一条手帕，你知道吗？你连孩子拐着脚在你面前走路，你都注意不到，还和我谈什么责任？温露，我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十年的夫妻，没有说过一句重话，现在分开了，反而是恶言相向。好了，事情已经过去了，就让他们在你那儿跟你住一阵子。我想弟弟的伤会好得快一点。爸爸。你不要怪妈妈了啦，是我们从尤其尼那里拿到地址，自己找过来的。好了，你不用说，爸爸都知道了。刚才爸爸跟妈妈吵架，替我跟妈妈说对不起。你们住在别人的家里，要听话哦，听到了没有？好，我知道了。那你也要自己照顾自己哦。再见。每次当你站在背后，只能转身，不敢抬起头，只怕双眼。
交汇的时候，让你看到。